集文艺休闲于一身的萨哈是一间咖啡厅，更是一间艺术画廊。来到这里令人流连忘返。在萨哈，除了提供专业的咖啡外，这里也提供地道的欧式早餐给每位爱吃的顾客，满足顾客的胃，也满足好奇心。就是利用这点好奇心，萨哈不定期举办活动，有时是照片展、音乐展，或者以咖啡会友的方式进行换书的活动，以文艺交流为目的，彻底的将位在胡同内这栋老建筑的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到这来，能够闻到咖啡香以及满满的文艺气息。